偷苗栗县南庄乡就这种年三七八南庄钱，当初经济加持，没系用南庄落个名。到南庄人没讲几系双甘，不论系冬天见面，晒寒街下从采收个东西，晒经济三排天开发太多，强强爱看唔到咧。土地门口同相关单位个听说下，南庄乡民出钱补助南庄钱。你是问就说苗栗县政府和结合中书节，叫下来推广南庄钱。苗栗县政府举办中书节，发通贴片县在南庄乡来派，原来苗栗县出现来富裕植物南庄城，一只台湾体育中的植物在南庄发现，故说做阿名做南庄城。一路一片南庄人做很几善干，晒下花做很多疙瘩肉。以前大家都知道哈，也维他命 C 高哈，啊，像生人感冒的时候呢，啊，老人家呢，除了食以外，啊，用火炭去铺，铺的时间，烧烧的时间就不生人食，也就可以感受也出个问题。出现服用南庄陈嘅苗栗县西下初年初米林业区罗通合作三面表示，南庄人嘅神法当接用到南庄陈，喺被服用成功以后，每位出现利用南庄。庄神来做农业加工原料，开发南庄陈上机。柠檬当酸，但是呢，南庄陈啊，其嘅柠檬丝哈高达95%，比柠檬还啊酸。我咪相信，诶，客家朋友同我聊条原住民赛家族，我聊条咩腔样，当爱是酸的哟，是酸的，人家会讲啊，冲嘛，冲嘛，冲。苗栗政府表示，南庄陈在1926年由日本人田中长三郎在南庄发现过阿名诶。2001年，再过由南庄人陈云初在南庄签到。2007年，苗栗农改场保留南庄陈植物，过为在2021年由林务局来复育。2023年由苗改场复育繁殖。县政府透过中书节同南庄陈协传措施，希望也当有代表性嘅植物变做苗栗农业新特色。下个新闻总之面苗栗报道。